第28题，28题到30题是题组，右图为 AB 两电阻器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图，是回答28到30题。第28题是问 AB 两电阻器何者的电阻较大，我们的公式是 V 等于 IR， 所以我们看出来，假如我们的电流一样的时候，电阻比较大的电压就会比较大。那么图上可以看出来，如果我们的电流一样，那么我们 A 的电压呢会比较大，那么 B 的电压会比较小，所以 A 的电阻比较大， B 的电阻比较小。因此第28题问我们说 AB 两电阻器何者的电阻较大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电阻器。